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爆品爆款嘛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，我觉得它应该已经爆了一年多了的产品，非常爆，而且大家很喜欢。它已经从日本红到台湾，又红到了新加坡，红到了香港，红到了澳门，就是这个胎盘素，对，它真的超爆的。那为什么我还要介绍给维林呢？因为它很简单使用。然后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，而且洗完脸第一个步骤，对，而且我相信你用了它之后，你再打那一些枪战或什么的时候，你会更爱自己，更有精神吗？对，至少你会比较明亮一点点。对，然后这个产品呢，它其实来自日本，然后是银座的一家沙龙，然后专门为那些名媛贵妇在银座嘛，一定是名媛贵妇去做的疗程，然后只给这些名媛贵妇用，结果没有想到用了之后，这些人。开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然后传到大家都想要来这一间沙龙买它，哇，他们只好把它量产，哇，从1995年到现在，就这一瓶了，不知道已经卖了多少瓶了，反正已经成为大家的口碑品了。那它之所以好用的原因呢，也在于它里面添加的这个成分，胎盘素大家都听过嘛，因为它是供给 baby 营养的一个来源，所以都要透过胎盘呢给小孩营养，所以胎盘本身就富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，所以。他用的胎盘是什么呢？是全世界呢制造猪胎盘最有名的俄罗斯制造的 ，OK， 然后才去取那一个胎盘来用中的精英。对，用的时候呢，记得我习惯会用到两管。那你们先用完，平常其实一管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而且它没什么味道。它没什么味道，记得一定要洗完脸之后的第一道用，帮你水油做到均衡，然后让那一个制作精良的胎盘素呢，可以有效的去发挥它的作用。它胎盘取出来之后，还要经过180天六道工序的处理，哇塞，才可以精选出呢最100%的纯胎盘。萃取出来之后，直接空运到日本，哇！再把它呢做成这一瓶，做成这一瓶，所以它里面呢有22%的一个纯胎盘素，是目前常温里面呢胎盘素浓度最高的。那用的时候，平常你们都这样均匀的擦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擦完之后马上就吸收了，它马上就吸收了，真的马上吸收了。维林状态这么凄惨，这么差的人啊，不是这么差的人，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点的人呢，我就会建议你擦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呢？接着轻拍，哦，轻拍，对。利用你轻拍的方式呢，让它的循环更好，因为它除了那22%的胎盘素之外，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草本成分，对，都可以让它去发挥更多的一些亮肤的效果。早晚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早晚都可以。然后现在网络上其实都可以买得到。然后我还有听过那个网友就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为什么我觉得我在日本买啊，反而觉得价格比较贵？”对，真的。对，后来去比价之后发现，所有海外的价格都比日本优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。他们这个品牌啊，其实他刚开始在推这个产品的时候，因为口碑虽然很好，可是他们要很快让海外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体验到这一瓶产品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，所以在海外买呢，其实价格是很划算的。你擦全身哎，对，擦全身呀，所以它是第一步，就是洗完真的好快就吸收了，对，洗完脸的第一个步骤，大概一个礼拜就用掉一瓶。真的，对，很少瓶，而且从这里用啊，不贵，而且它真的吸收超好，就是当前导之后，哎，维林这样擦好多，对，哎，你整个亮起来，真的亮起来，是不是？好白哦！你看，你不要动哦，你不要动哦，你也不要有表情，你看，黑眼圈消失，黑眼圈马上白一些，黑眼圈还有法令纹有没有？有法令纹，法令纹，你看擦很多，好多，好多。它帮你的基底打好了一个状很健康的状态之后，你后面呢，如果再加上它，随便你擦什么，对，后面你再加任何的产品呢，你都会觉得是在一个健康的基底再加分。因为我都是20瓶、20、30瓶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它就会有更优惠的一个价，对，完全不黏腻，对不对？两管，我现在还是在网络上买，很好哎，网络上可以买，可是呢，我觉得好消息。
是好消息吗？就是台湾有实体店，对，然后香港也有实体店，这样很好。可是不用担心，怎么了？所有的地方网络上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它，开盘数你就可以找得到它。东京银座，银座，对对对对对，银座沙龙也可以，名媛贵妇，真的，而且你喜欢好多。也差太多了吧，操劳的妈妈肤况马上变好，真的需要好好保养呢。